Oh. Well, they smash right onto a racket. I don't know which part of a racket it hit. And up from there, bang. There you go.在这几年，整个国家队的成立之下，那在国家队的组织之下，每一次的选手出国也是尽量是有搭配着教练以及队医或者是行政人员出去。这个确实，这些队医之类的，找类型的选手确实非常重要。当一个选手打完了一个疲劳性，那怎么让他加速一个快速恢复，甚至有受伤的时候，怎么去做一些医疗的一个处理。 三叠了，连四叠了，把这个球都救回来哦。第五叠哦，当然在周天成这边的话哦，他也是也有所准备了。